保持移动，要不然你死会更干掉啊！我拿了，快去找你。他已经找到了，是不是啊？李佳薇。 女生牌子是最好，这样比较好杀。先去拿那个掉那边的，去拿。在哪里？那边。掉在那边。你拿，你先拿哦。尽量看。哎哎。谁的？竹的。竹的。竹的。 那你想要他？来租一下。没事啊。等下再过去。我要小心，感觉李玉玺搞不好是我的牌子哦。 大家都已经拿到黄队，也拿到牌子，所以很有可能我们的牌子已经在别人手上，要小心。这地方大归大，但其实好像一眼就可以看完所有的东西，其实还蛮恐怖的，还是蹲低一点。主的，那是 H。 因为其他地方还有一个 Ash 的。哦，这是。哎，我淘汰喽。 黄色吧。达哥被淘汰了。你拿到谁了？我再来一个娃娃。我拿到佳薇的。你要去听节目吗？好。我跟你换。好。啊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，错。啊，主厨淘汰了。
有没有受伤？你太快了吧你！太快了啦！忘记穿上太空装，隐藏在人群中。这已经是被拿掉了，空的就被拿掉了。好，哎，哎，不能超过十秒。啊，注意安全！啊，注意安全！有被钻到吗？淘汰 S 淘汰！天哪 ！S 淘汰！这也太快了吧！我妹在那边也在找东西。宝箱，宝箱比较有机会。男生很会跑，他不是因为陈山跑超快。你有找到吗？林夕，找宝箱，宝箱比较有机会。里面应该有吧。拿一个了，我妹拿了我的牌子，你追不到我的，我妹拿了我的牌子，我也赶快，我需要赶快找到袋子。先离开妹妹。我是被贴了吗？怎么可以跑这么快？可以挑战。你要开卡，开了就要使用哦。打开不能不要哦。不会自爆吧？应该没有这种吧？获得武器冰岩攻击，拿走拿走。雨伞雨伞，你可以放在你背后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防御。OK OK， 还是有用啦，有用。还有，陈世安突然间拿出 a little umbrella，
你还有找到吗？你有牌子吗？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找到哎。我被我姐，我被我姐看到。啊，她知道你了，是不是？对。我怎么什么都没有看到啊？他们应该是在换李玉琪跟我妹，所以现在我要避开李玉琪跟我妹。那么明显，我就先顺顺的，然后看到人在埋伏。他手上有哪一个？但他应该不是我的，他没往我方向冲来。为什么你？但他应该不是我的，他没往我方向冲来。你被淘汰了。我被淘汰了。这我姐的，你看看有没有一些高的缝隙比较小的地方找娃娃。找不到牌子啊！哎，李玉玺身上有一个我们的牌子。我是我。那你赶快躲起来。对，我现在避开他。嘉伟。对啊。没有。哎。星际义工队获得武器进行无差别攻击。恭喜你可以获得一张无敌卡，就是在这时间内你都可以，任何人都可以。好，哎呦，但时间只有三分钟哦。只有三分钟，你要好好把握。哎，你看那个，脸上有杀气哦！来了来了，脸上有杀气哦！你有娃娃吗？哥，他你有娃娃吗？去那边去那边。你有娃娃吗？没有，你可以杀，你可以杀。你有娃娃吗？我没有没有，你我是李玉玺。他来了。他前面，他是我的。喵喵喵！他有两张，你不要跑啊！我们怎样？你要杀谁？赌啊！来赌啊！先杀嘉威！嘉威，你就躲完了。快快！没有勇气。铁糖，铁糖，快！铁糖，小心！赌啊！赌啊！哦，这位，嘉威被贴到。先抢！好痛啊！我可能要换人。没有举手，应该是中彩虹的。哎，嘉威，你该不能跑的，因为我们来骗他。啊，对啊，你跑了，他就知道我没牌了。哦。就把我放生了。OK。对不起。你要换谁？换队友啊。换组织好不好？你要不要跟他玩？我换组织好了。好，换 A。我换组织。就扶这下。
你们先录完，你们先录完。我没有卡。嗯。大卫的淘汰了，他被淘汰。我们在这边站。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行动，因为他如果今天要杀我或杀你，他都要接近我们。对，但是我们两个行动的时候，他只有一个人，他要跑。如果在那边任何一个方向，他都能跑。可是这边他只能左或右，我们一定追得上他，因为这里是宰相。好，我们可以在这边堵他。如果他等他追我。如果他等他找到我的牌，他来追我的时候，你就赶快趁乱。对对对，所以你其实就是我的。对，但是我的那个。我还想再找看有没有他的。好，你找，我帮你把风。好。哇！完了完了完了！这黑路黑暗面，我现在戴着，哇，这是完全看不到吧？这晕眩多久？三分钟，跟我的必杀时间一样。哇，我这样怎么可能？李喜，李玉喜，干嘛？我看不到。他戴多久啊？这个？倒计时三分钟。哎呀，你躲起来！你要不要躲起来？你要不起来了？我更不知道我这人在哪里。他那么高，怎么躲起来？不要去那么空旷的地方，不要去空旷的地方。我要去哪里？你直走，你直走，你直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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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走。好，你往，你右手边，右手边转，右手转，右边，好，直走，直走，直走。快点，时间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他看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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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